像他的名字，绚丽的样子是他给绝大多数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你开在路上，别人会降下车窗看着你，会特意的改变速度行驶在你旁边，就是为了多看几眼。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刚刚上市，别人都对他十分的好奇，就有一定的新鲜感。这种感觉的确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消退，但是不可否认，绚丽在滚滚的车流中行驶，或者是静静的停在这里，它都是一辆长相出众的小车。作为一款自主品牌的新车，它能做到这样确实非常难得。不过长城似乎走了一条捷径。是的，如果你比较关注中国市场之外的汽车的话，那么你会找到一款和它长相十分相似的车。它的品牌是以字母 T 开头，以 A 结尾。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同绝大多数国内自主品牌的产品一样，长城绚丽也是以某款国外成熟车型为参考而设计的。它的确非常漂亮，但是我们更希望看到自主生产并且是真正的自主设计的漂亮的小车。说到参考，绚丽的内饰也是一样，可以说与原型车几乎如出一辙，但不全是。虽然看起来十分的顺眼，设计上也显得非常的成熟，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它在某些环节上还是做得有些不够理想。比如说刚一坐进车内会有比较明显的塑料味，内饰的材料也显得不够细致，在某些细节方面还有待提高。总体来说，它的内饰还是摆脱不了自主品牌给人的那种固有印象，那就是不太上档次。你可以照猫画虎的做出它的样子，你也可以拿着它去和其他的自主品牌说，我做的并不比你们差。但是要想做到那种合资大厂的水平，它确实还需要更多的经验和磨练。说实话，绚丽内饰的整体水平只能说是一般，作为自主品牌的产品并没有带给我们所期望的惊喜，与合资产品仍然存在一些差距。不过有哈佛一步步的改进，让我们对它也充满了期待。而外形则继承了长城的优良传统，不仅组装非常工整，整体设计也非常不错，显得方方正正，但是在边缘和细节的部分却有一些圆滑的过渡，赋予了它十足的个性。在国内汽车市场上见到的类似车型还有 Mini Cooper 和雨燕，它们都很讨人喜欢。较高的车身比例让它看上去有点像一个缩小的 SUV， 这自然会带来不错的内部空间。所以你坐在这里，视野和坐姿都比较的舒服。除了前后排的腿部空间显得有些局促以外，它的头部空间以及横向方面的宽度都显得十分充裕。它的动力使用的是一台长城自主研发的4-1.3升发动机，这台发动机也曾经在我们测试的长城精灵上使用过，最大功率65千瓦，这也就意味着它的升功率竟然达到了50千瓦，这对于一台自主研发的发动机来说，确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水平。它的表现可以说不温不火，在比它更轻更小的精灵上，并不显得有多么的抢眼，而换到了绚丽身上，也没显得有多么吃力。我甚至一度怀疑，他们使用的到底是不是同一台发动机。而这仅仅是它给你的感觉。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它的低速扭矩还算不错，而高速情况下的表现也还算活跃，让你不会有小马拉大车的感觉。但实际上它的动力相对于绚丽的车身来说还是显得有些偏小，它的0-100公里加速已经超过了14秒钟，而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它的车速对于油门的响应也有些迟缓，即便你将油门深踩到底，你也不能获得得心应手的加速感。对于这样大小的一辆车来说，接近8升的100公里油耗虽然不至于使你锁紧眉头，但是考虑到这只是一台1.3升的发动机，这个数字也不是特别理想。另外，这台发动机在怠速以及
发力阶段的时候，它的生意还是显得有些明显。不过还好，当你匀速行驶，也就是它绝大多数时候所处的工作状态下，还是有着较低的噪音以及不错的平顺性的。而它的操控性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的确是个惊喜，在我刚一开始驾驶它的时候，它的感觉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好的印象，它的转向有些松散，不能提供充足的路感以及回馈，离合的操作显得不太友好，油门踏板的脚感也稍稍有一些发涩，变速箱的挡杆换挡行程虽然很短，而且入档也很顺畅，但是它的档位设计显得太过密集，而且也不够清晰，以至于我在刚刚驾驶它的时候总是会挂入错的档位。我以为是挂在五档，但实际上它是在三档，我以为已经挂进了倒档，但实际上它是在四档，以至于有时候明明我想倒车，但实际上车子却往前走。我告诉自己，它只是一款自主品牌生产的家庭轿车，操控性以及驾驶乐趣并不是它所强调的重点，但你猜怎么着，它真的做到了，而且相当出色。侧倾的程度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从左到右的姿态变化虽然很快，但是并不显得过于突兀，在极限的状态下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撑。而最不可思议的是它的转向和轮控系统，副车架再一次发挥了威力，虽然你能够听到轮胎在空转，虽然你能够感觉到车身在发生侧滑，但是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你能够轻松地通过油门的控制来让它出现转向不足或是转向过度，而即便你有意打破平衡深踩油门，它也不会明显的推头，而是拼命地按照你方向盘的指向前进。难以置信，一套不够扎实的操控系统却连接着如此出众的底盘结构。真没想到它竟然能做到这样一个水平，别说是和自主品牌比较了，就是拿来和一些合资大厂的车型比较，它也表现得相当不错。现在再回头想想，它的转向、各种踏板以及变速杆的操作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两种感觉怎么会同时出现在一辆车身上，不可思议。同之前的精灵一样，长城这一次赋予了绚丽同样出色的底盘以及性能。如果说在未来哪一个国产自主品牌能够将优异的操控性作为它最大的卖点的话，那么我觉得长城将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You know I'm hoping you'll see